我要看政府资讯。站住！哎，且慢！依据政府资讯公开法规定，与民众权益有关的政府资讯应主动公开，让民众随时能够阅览。嗯。原来这么方便就看得到啊！我要申请政府资讯。如果民众提出申请，则不可以任意拒绝，并且要依法完成审查，依法办理公开业务，全民共享政府资讯。